Hey, big family, welcome to the Soundstage, the underground show dedicated to the meaning of music as an art form. This episode celebrates 2 years of the Soundstage, which we could not have done without you, the fans, spanning the world over, from Mexico to Nigeria to Germany. Thanks for your support, and let's hope we'll have another great year of Chinese music. Enjoy the show.和中国其他地方不太，就是中国很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只不过就是北京作为首都啊，可能根深蒂固有一些东西，对，而且是改不了。Nico 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一点肉不吃。我也是啊，对，Linda 也是，对，Linda 也是。我们是严格的肉食主义者，所以可能只有在这一点，每次吃饭会有一些分歧。我们这样走在路上，害怕可能有吧，但是他害怕我也不知道。但是看是100%会看的，回头率还是挺高的，对，无所谓。他们用什么眼神，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我们展现的是我们自己，跟他们没关系。就是中国的摇滚乐更像在夹缝里面求生存，他不能直接的去反抗，因为他有很多现实所做不到的事情，但是他必须去反抗。但这种压抑的时候，这种间隙中的压抑，可能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表达特色。三人行里呀，我们俩进绣房啊，二人上了压床啊。我觉得中国的现在摇滚乐，可以能达到跟国际的水平差不多了，反正我个人认为现在好多的地下乐队就基本上都比国外的乐队牛逼。是当你生活遇到一些不愉快的时候，你不经意间去听到这些音乐，你会感觉这是一种宣泄，这是一种倾诉。就说一个，比方说一个人，然后他的脑子里头这个就是从精神上被某些特别强大的力量所影响。有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有一个诗人他说那个修行，就是修行，就是修行的这个。这个最高境界呢，就是把它修成一种天意。可能走到就是玩乐队这条路上的一些人嘛，都是一些可能不是说你安于那种，就比如说世俗意义上的一种就生活。在这个环境下，可能就是我们希望自己能是个冠军，但我们只能假装自己是个冠军。其实应该说，活到越大越应该更现实，比如结婚生子之类的，或者是很少人会选择这样的路。我认为任何事情都没有坚持要重要。就不想早起，因为我就特别受不了早起。其实大家都不愿意早起，但我就是觉得，就是能不早起还是不早起，所以我就走上音乐这条道路。然后，一看我们演出就惊呆了，对对对，他们就觉得哎这乐队不错，他也想玩一个朋克乐队。没有，这个事儿是这样的。I want to know what love is。大家好，你现在收看的是
Yin Neil,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Neil. Thank you. Just been so overwhelmed by the reception of the locals that we've been playing to. They've been mainly local Chinese kids that we've been, they've been coming to the shows, and they really just absorb our brand of pop. And to me, the reason why pop music in China is what it is, it's also the part of this philosophy that it doesn't express emotions that are too strong.可以有，可以没有两把吉他，但是必须要有一把贝斯，所以我就我牺牲个人为大家，对，为大家。你别让他说，别让他说。我在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用到古筝的效果器，它的音色会变得不一样。还有可能就是在音乐里面的一些非常不一样的表现手段，可能是平常根本想不到的一些声音。就是你挣的钱也就是给它花了，然后买来自己开心的 utility， 对吧？但是我现在直接通过这些东西可以得到 utility， 我觉得就挺不错的。其实我觉得真正可怕的是活人，死人有什么可怕？死人不会伤害你，活人会伤害你。中国这个教育就大家都深有体会，因为都是从这个体制走出来的，然后我觉得有好多好的地方，确实，但是他对人的个性的培养还有栽培就太过于束缚了。之前就是也会有一些就是谈过他的人，就会感觉就比较有故事。平常也喜欢就是说各待各的，就是自己就是说有一个自己的空间那样去享受一下吧。就是我看到有白领，有学生，然后或者有一些老人，或者还有一些公司职员，或者都会来这儿去感受一下摇滚的气氛。就是除了在感情之外，我觉得比如说大家在一起生活去外出，女孩子的心思可能会比男孩子稍微细腻一点。摇滚乐正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形式，确实对我来说，摇滚乐是一个很正面的去表达自己想法的形式。北京和上海是一个更大的舞台，但是，武汉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怎么说呢，我们创作了一个源泉。萤火虫穿过神经结成的网，忽明忽暗的光，无所谓方向，脑中的太阳。但是你去反映出来的可能不是你直接感受到的东西，你去感受你的偶像去感受的东西，我觉得是很奇怪的。
应该做什么，应该每天去 nightclub drink dance， 或者是你年轻时候你可以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他